宗教团体他如果认为他自己可以做好跟这个指引相关的规范，那他可以提出防疫计划跟地方政府主管机关来申请核准之后，他就可以开始开放。明天就是微解封的日子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公布，寺庙、教堂等宗教场所有条件松绑，除了建筑物内的人数控管要在99人以内，还要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作为，但其实大多数的寺庙仍暂停香客入内参拜。不过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大龙洞保安宫，在许多信众的期盼下，决定开放给信众参拜，成为少数微解封的寺庙。但谁也没想到，保安宫在7月10号依规定送件到主管机关北市民政局，结果在民政局通过后，却在市长室被压了下来。大龙洞保安宫董事长廖武志就怒批，明明已经照着指挥中心的规定在人数上做了限制，也有做好十连制、体温监测等相关的防疫工作，为何北市府还是不准？廖武志无奈表示，现在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如果依规定开放就会被市府开罚6万到30万元，但如果不开放就会对不起虔诚的信众，现在这两条路都让他很头痛。更不满的炮轰，明明内政部说有条件开放，且内政部也是指挥中心的一员，都是经过专家讨论过的，为何北市府还要挡？这样不仅引起很大的民怨，也是对全台公庙失信。对此，北市民政局回应，北市立案的庙宇共有282间，目前只有保安宫送件，且保安宫确实是在7月10号送件给区公所，在今天送到北市民政局，也说由于内政部的规定严格，北市府还需要时间观看处理资料，目前是在审查阶段，相关解封日期不会这么快出炉，预计在周3的台北市防疫会议进行讨论。只能说想要到保安宫参拜的信众恐怕还要再等等咯。